新的一年又到，农历新年是中国人的传统大日子，在新春假日期间，我们会向亲朋戚友拜年，舞狮、烧炮仗，吃一些贺年食品来到应节，一起欢度新春佳节。然而在这个春节假期，从事警务、消防、医护、博彩业、服务业等的打工仔，他们坚守工作岗位，为全澳市民服务。在这里，工联总会感谢每一位在春节假期里面仍然紧守岗位的打工仔，你们让我们看到敬业熬业的精神，以及默默地为澳门付出的努力，很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。未来工联总会将继续推动完善澳门的劳动政策，保障打工仔权益，加强职业培训，倡议全社会尊重劳动，保障权益。我们祝愿全澳市民和打工仔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人人有工开，个个皆人工，同心合力再创佳绩。多谢大家。